这些影片资料就是我们在战争中实地拍摄的，我们扛着摄影机跟随着战斗部队转战，在各种条件下进行拍摄，尤其是枪林弹雨的场面。我们有的摄影师牺牲在这个枪林弹雨的拍摄中。这些镜头都是组织拍摄的，比如说苏联导演要求拍军事委员会，我当时请示了少奇同志，少奇同志就向主席说，主席马上就同意了，他说让他们准备吧，给他们一个小时。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做好了，主席开头就说，苏联同志要求我们拍几个镜头，现在请大家发言。这段历史确实是伟大的，史诗般的，波澜壮阔的，也是充满着戏剧矛盾的。在过去也曾经拍过许多影片，现在又拍，我想将来还会有人拍的。关于渡江问题，毛主席早已考虑。1948年10月12日，达尔文电报给前委，要让专门开一次会，讨论渡江作战问题。那时候，完全正在打。首长，开了。哎，你说乖不乖啊？淮海战役总前委就碰过一次头。谈的呢，却是渡江问题。中央不喘息，我们也只好一鼓作气了。就是。电报还有要再看的吗？遵照执行，烧了心里就踏实了。报告，有事晚上再见。是。言归正传，现在正式研究渡江问题。介兄。近来身体好吗？圣诞节过得怎么样？我刚听说你准备回西口去过一段休闲日子。耶稣在被审判时他是冤枉的，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讲。杰兄，我不在身边，凡事要三思而行，一旦贵系得势，你在西口的日子肯定比在台上更累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心里有数就是了。上帝欲使魔鬼毁灭，必先使其疯狂。讲讲你那边的生活，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再争取一下，至少他们答应过的军事援助应该早日装船取运。好的，长江只要能够再坚守几个月，国际上必定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。介兄，明天是元旦，祝你新年快乐。Without help, we shall fight. We are not defeated. As long as a breath remains in us, and with faith in the Almighty,
we shall continue the struggle.四叶先遣兵团，什么时候到达指定位置啊？萧劲光的四二兵团四月初就可以到达武汉附近了。要快，看不住不正西集团。二爷、三爷都去将来就有麻烦了。过了江，如果没有大的变化，三爷只差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。二爷进展这一根线后，还要准备入川。苦日子不能总是留给二爷。 这几年，他们的仗打得太苦了。决定的事，不变了。嗯，那明天我们就走了。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权力，督将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嗯。 主席啊，下午还有阅兵，先睡一会儿吧。嗯，不慌啊。小丽啊，到。开床了。这，稍开一点。是。 国民党和平代表团一号到北平。重新谈判，我们深受要过饭吃啊。蒋介石不给，还美其名曰“天无二日”，哼，无非漳州四百多万军队嘛。 是我们的300万，结果怎么样啊？大了不到3年呢、啊，只剩下100多万喽。而我们现在呢，是400万。今天啊，轮到我们说了，天无二日，中国的天空啊，只能有一个太阳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长江。 毛主席、朱总司令正等着渡江胜利的好消息，告诉同志们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今天晚上不睡觉了，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了。同志们。
消息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可能到我们师部来了，就等着看我们谁是渡江第一船呢。毛主席，哎哎，同志们同志们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到咱们师部来了，还知道吗？班长，毛主席真的来了。你这小鬼，渡江这么大的事儿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那能不来吗？二班长，到，快点，下来点什么？大家集中注意力，等待出发命令。是。我们快点快点，抓紧准备。快快快！小弟，快把船都吊好，半小时以后部队统一行动。是。当时呢，我就在三连一班的船上，国办的船呢是紧跟着我船前进的。当进到冲锋出发地位时，正要调转船头对准南岸，谁知道我船刚一动，国办就又冲击开始了。班长，指挥船动了。二班出发，我们走了。也就顾了一下肚子冲出去。这时我只听到营长在岸上喊：“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”哪能回来呢？快回来！我一看船回不来了，我就赶紧的跑过来，团长说：“我们走了。”我就很快上船出发了。当时我想，过了江再说，过不去我也不回来了。这个情况我马上报告师长。什么？别把他们丢了，马上开船赶上他们！我扔下电话机呢，跑步上了船，我一看，都开了。我也万万没想到，这么大的个战役，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当时我才14岁，和我打过过那一条船。当天晚，你来你去撞了6趟解放军。我这里还被敌人打了一枪。临说7天前，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啊，江面很平静，只听到划桨的声音。从没有靠岸呢，我就睡着了。 渡江矿工里头不光是些年轻人，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。当时我就坐在这个老太太掌舵的船上，那个江面上很乱，敌人飞机经常来轰炸，远处听到隆隆的炮声。我看老太太呀，虽然有点紧张，但是她牢牢地掌握着舵。我看那个形象很好，我就把她拍摄下来了。 司令员，跟我来！我们向英国军舰发出了警告，他们不但没有回答，反而把舰炮调了过来，怎么办？走吧，走吧，听到了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司令员，开炮轰他们走吧，赖在正面不走，妨碍我们渡江啊！离渡江只有1个小时了，开炮！ 对他开炮予以重创，这完全是正当的、合法的。我们对这件事情呢，也采取比较克制态度。你比方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直升号打成碎片，但是我们并没这样做。那么，在1943年呢，1月呢，中英新月中间呢，英国呢已经明确地承诺放弃英国军舰，驶入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的。 不平等权利，是吧？那么这次英国军舰呢，驶入长江呢，它本身就是违反1943年1月中英新约的，因此是不合法的。
总台长，怎么样？江北点火了。哦，你快去。哎。各炮台注意，按原定目标，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尺，等待命令。是，是。总台指挥所电话，戴司令官来的。我是唐敏玲，共军开始渡江了，立即开炮封锁江面。是。各炮台注意，急速射击，开炮。炮兵一向是训练有素，不许你胡说八道。胡说什么？他妈胡说，现在还在落炮弹呢。我到汤司令那儿去告。喂喂喂，唐敏玲，他们步兵懂什么呀？戴司令官，我用脑袋担保，我的方位和标尺没有任何偏差。好了，不要讲了。司令官，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。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。戴龙官怎么还没想到他的同乡同学属于亲信都是共产党。当年我们也是在演戏，如果演不好是要杀头的。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啊，早在1947年我们就开始了，先是华中共委，后来是我们的山野士兵团，进一步的加强领导，积极进行。等到渡江的时候，要塞的各个重要部门都有我们的人，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德龙光架空了。这些点保我不管，你们分头去处理。是。我已乘登陆胜利之威，迅速展开插向顶子纵深属于的。嗯，总集团国将之后啊，交属于统一指挥吧。啊，你说了算。邓政委，刘司令员电话。
发出去。是。政委。喂，刘司令吗？你好。邓政委你好，我建议军委撤销原定陈赓士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，改向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进击，使敌军主力无法展开和组织防线。对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同意。司令员，你要注意休息哦。我身体很好。邓政委，你过来看一下嘛。今天晚上乡亲们要到江边欢送我们过江嘞。
黄玉，气苍黄，得完雄师，国大奖。忽居龙盘，今生喜，天反地覆，慨而慷，宜将生用追穷坑，不控故学霸王。天若有情天亦浪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先求空军支援吧，向下游往上海转移。哼，往哪儿走啊？江面已经被江阴炮台给封锁了。我认为向敢打英国军舰的军队投降不丢人。别想得太简单了，共军让你马上调准炮口打自己弟兄，你打不打？出路，投票表决。前进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啊！司令员，部队实在太疲劳了。次张斌，告诉干部们，我很姑息部队疲劳，很可能一不再进。是。命令部队加快前进速度。是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穷追猛打，不要被小股敌人纠缠。只有切断贼干线，占领金华，才能完全割断汤恩伯和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。求求你们了，带我们走吧，弟兄们，积点德吧，弟兄们。哎，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干什么？求求你了！哎呀，你哎呦，哎呀，弟兄们，弟兄们呐，带着我们走吧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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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我们累，敌人更累，不要让敌人喘息，放跑了敌人，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。同志们，温教尉，那是咱们师长，来，拿大家伙城，城完咱好追。钱塘江大桥为我下一步进军福建的重要通道，要及时抢占。要特别注意及时抢占。是，要特别注意及时抢占，为不使敌破坏。另外，要不失时机地将南京、镇江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共计10万人包围于朗西、广德之间山区。8万。是8万人，敌54军先期已经逃往上海，你继续念。是。看，由9兵团统一指挥第25、27、30、33、20、28、31军歼灭被围之敌。发出。是。参谋长，路太滑，部队每天平均只能走5-60里。不行，要确保按时切断宁杭公路，不能让敌人逃往上海，速度还要加快。是。沧州敌人已经撤退了。不好，离钱塘江大桥最近的是哪一个部队呀？地图。在这儿，62师，离大桥不到100里。命令62师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进入，迅速占领钱塘江大桥。我们离开杭州，直奔楼外，开始跑步行进。为了速度，我们背包米袋都扔了。到达了桥头，继续走着火力，走着敌人南逃。这时，我们听到公路面上响了2发炸药。后来知道是杭州工人阶级搞的，也是为了阻击敌人。
敌人很狼狈，掉的将领很多。我早就说过了，而且不止一次的说过，绝不能把江防主力集中在京回沿线上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江边一线崩溃得如此迅速，郎广地区一下子丢了5个军。蔡文治，你个小毛孩子，你懂得什么东西？好，好，我一个小小的作战厅长，本来就算不得什么东西。可我是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命令你的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我不干了，我不当这个军人了。蔡厅长，冷静些。长江防卫的教训，日后自有公论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守上海的方案。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，是奉总裁的命令。好了，该说的都说了，不该说的也说了，大家请回去吧。省力不在这儿碍手碍脚的。和大家告个别吧。不必打搅乡亲们了，夜里走。端午节我还要回来，和乡亲们吃吃家乡的粽子。上海的黄金和白银要加紧运到台湾去，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箱珠宝。啊，陈良师长说，恐怕用得差不多了。不管剩多少，都要运走，然后到台湾军饷发不出的时候，就是一块美金也是重要的。主席，故宫的工作人员说，故宫的很多文物珍宝都被运到台湾去了。嗯，还好，总算没有流到歪国去嘛。太和殿里的龙椅不见了，
那我们商朝去，谁赐我们平身呢？既然子民和皇上平起平坐，那就在新政协会上宣布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嘛。好，这个提议好，站着说话不腰疼嘛，啊！ 主席，骑兵团占领杭州了。哦，这么快？你不是写过翼将胜勇追穷寇吗？啊，那是昨时，说句大话，是指战略上。战术上还是不忙迫进上海为好。进上海的准备工作很多，先问一问唐恩伯，告诉苏玉，什么时间攻占上海，要我们批准。 嗯。哎，我记得那首诗好像人料，你在哪里看见的啊？是天将营从你的字字楼里捡出来的。哦，我当时赶到，还没有尽心呢。你觉得还可读？嗯，是首好诗。共产党人。 这是你要的首批押运台湾的物资清单。这是紧急治安条例，对以下八种行为将处以死刑。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看。 这是报告，进来。校长，部下有件心事，恳请校长同意。臣疑投敌叛国。 能否再给学生一次机会，劝其悔过自新？我叔叔陈仪先生啊，49年初两次写信给汤恩伯，劝他开放长江渡口，准备起义。没料到这汤恩伯呢，一边说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，一边报告了蒋介石。2月份，我叔叔被拘禁了。 家也被抄了，人被软禁在衢州，确实是想不到。我叔叔和汤恩伯的关系真像父子一样，汤恩伯两次去日本，都是我叔叔资助的，以后嘛又向蒋介石推荐，真是多年的栽培。并且呢，汤恩伯几次向我叔叔表示他要反蒋，结果呢，被他出卖了。 恩师，共产党渡江后，进展太快，衢州已经受到威胁。总裁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请你转到上海。恩师对我。
恩重如山。我能有今天，全靠您的栽培、提醒。我的名字就是为了感恩而改的。事情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我的家人年初就被送去台湾了，总裁答应了，你只要写一张悔过书，就为了浙江民众免受战火之苦，我所作所为光明磊落，有什么罪？悔什么过？四月底，叔叔被押往台湾。1950年6月18日，在台北马场厅刑场被杀害了。在刑场上，他老人家反复地念叨一句话：“一人死，精神不死；一人死，精神不死。”有关上海的详细资料，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丹阳，大约有100多万字，正在分门别类的处理。知名者也好，不知名者也罢，地址电话通通记录在案。哦，还有上海的一些重点工厂，像自来水厂、发电厂，还有电话公司的保护问题，刘长盛他们做了计划，还定了详细的措施。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呀。报告，进来。我记得好像那本古书上有个军队不如民宅的记载，你帮忙把我查一下。是，把这一条也写进入城守则。首长，如果书上查不到怎么办呢？这真是书呆子，书是人写的，为我所用嘛，查不到也要把它写进去。当年在井冈山，我们搞了一个三项纪律、六项主义，后来呢，丰富了成了三大纪律、八项主义。金山海啊，陈登又搞了一个三大公约、十大守则。我逐条都看过，很好。这个大天下呀，历来是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，很好，很好，的确很好啊。吴大书记啊，思过很好，怎么样？我们给宋前卫发一封最短的电报。吴宋周围，汤恩伯是下了功夫的。是他防御的重点和强点，我军前击吴淞，就是阴通阴呐。报告，军委电报。您今日电信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完了，完了。再一条啊，接收上海。
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那是不行的，要懂得政策。上海呢有1000多家外商企业，还有啊，上海人男的穿西装长袍，女的呢烫卷发，那可就不一定是资本家和地主的婆姨啊。上海有些职员上班还要坐3轮车，你就不能够抱不平了，非让穿西装的拉着3轮车工人，哎呀，那是人家的饭碗，只坐蹬车养活一家老小哎。总之啊，野战军进了上海，不能够野，特别是那些爱拍胸脯的，进戏院子拍拍胸脯，老子没得票；进澡堂子拍拍胸脯，老子没得钱。这是哪个给你的权利呀？哎！要是让我陈毅抓到了，我就让你从天黑一直拍到天亮，不把胸脯拍肿了，不罢手。前几天讨论入城守则，有人对不入民宅这一条想不通。我告诉你啊，阳宅不许入，民宅也不许入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我们进了上海，一没有带彩礼，二没有带乐队，欢庆胜利不能够总是放空炮嘛，总要给上海人民一份好的见面礼嘛。中央军委看了我们的3大公约、4大守则，评价如下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做到一个很好不容易，两个很好就更难，而主席一口气写了4个很好，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。我邓小平抽着烟一直做到天亮。毛主席说进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，难在哪里？一是军事上不能把上海打烂，要完整地接收下来；二是政治上，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，要能在上海站住脚，必须要军政全胜。过了进上海这一关，全中国就是我们的。就再没有别的打法了吗？第一种打法不可取，长期围困，上海老百姓的生活将陷入绝境。第二种打法也必须放弃，像苏州河以南突击，伤亡小些，但那是市区，城市会被打烂。只有第三种打法，虽然部队的伤亡比较大，但是我们把敌人从市区调到外围来消灭，能够保全上海。我想
我们的选择没有错。可是投鼠忌器，要在瓷器店里捉老鼠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700多人，其中有11名营指挥员。201团伤亡100多人。206团还有多少人？120人。哪怕战斗的最后一个人，也要完成任务，攻占乌峰口，明白吗？问206团还能不能打主攻？是。栋梁，栋梁，听到请回答，你们还能不能打主攻？好，栋梁明白。军长，他们说能。上。放了。
军长，泰安连突击刘航去了。命令二四四团迅速歼灭村内守敌，同时构筑工事，准备敌人反扑。好，军长，二五二团阵地被突破，撤退途中损失很大。战术手段，以小的代价消灭敌人，攻占洋行。对。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，军长，统计出来，形成包围。仅昨天一天，敌人出动飞机53架次，有 B-24 型、B-25 型、B-26 型，还有 B-51 型。喂，你们一定要攻占国际电台，参谋长，切断洋行方向敌人的联系。218团又一次击溃了敌人冲锋，缴获坦克2辆。敌人向250和215团阵地已经是第4次反扑
转告部下，我将与大上海同生死，共存亡。配属二十八军，攻洋行。第八十五师，这儿有，还有这儿。请坐吧，小王，到，去把面条打来。是。坐吧。这几天，苏副司令太累了。美妮儿是正又犯了，有火就向我发吧，省得憋得心里难受。知道你们要来，苏副司令提前让把面条给擀好了，趁热吃吧。啊，参谋长，太不值了，消灭敌人一个营，可是我们自己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。两个军伤亡8000人，8000人呢，伤亡比我们事先估计的要大些，敌人也比估计的要顽强，但是我们还是把敌人给调出来了，说明我们的战略部署没有错。要说问题嘛，主要从过江到廊广一路上打得太顺手了，难怪底下编顺口溜说什么过江过江不放一枪，追击追击不堪一击，以为大炮一响背起背包就可以进上海了。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。不不不，我们有责任。今天请你们来是要研究一下改变过去那种急袭猛拼的战术，制定出打这场特殊的攻坚战的具体办法。前一段战斗中大家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。嗯啊，另外苏副司令已经决定调98和99师来配属你们作战。参谋长，你们参谋长，这两位猛将也来了。老弟吧，参谋长，老周，老周你好。让30和31军加强浦东方向的攻势，逼迫汤恩伯把市里的部队调空。Thank you.
苏副司令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如果不受时间和地区限制的话，最好是四面八方向山海失去发起攻击。你看怎么样啊？这样的话，袭击敌人纵深的部队不至于被动。 还可以减少伤亡。但愿如此。我们要尽全力保全山海，就当是三爷最后一仗。马总，马总，是。给苏玉的电报，我起草完了。 按我的意见，电报不要发了。我同意，不必催他，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说话。要发电报，也只是告诉他，总攻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。
大长啊，俗语是雷行，用不着指手画脚。先生，汤恩伯来电，高桥战事进展顺利，共军伤亡。报告胜利，说明失败已经来临。几十年了，我得到的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晚半步。美国方面有消息吗？夫人从纽约来电报说，美国人有意拖延军援的起运时间。我还不会死。苏州河这里最难啃，要部队做好充分准备。好的。哎，你看，参谋长，苏副司令。哦，长申同志啊，刚刚得到的情报，汤恩伯已经把指挥部搬到吴淞口的军舰上去了。哦，敌人要跑。哦，对了，敌人在向吴淞口紧急收缩，苏州河以南只剩下一些交警队了。命令全县各个部队提前发起攻击，但要特别重申，进入市区以后一律不许使用炮火和爆破。炸！我新官上任，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奉命通知你，五十二军即刻登船撤往台湾。嗯，但阵地要留人坚守。我已经命令把所有碉堡的门全锁上，和我一起死守上海。如果上海有老兄这样几个军，何至如此呢？老兄，多保重吧。
我求求你了，只打两发炮弹。就打两发。外白渡桥，四川路桥，河南路桥。还有西藏路桥，全部攻击无效。把伤亡人数报上来。好的。军长，野司来电，外白渡桥对面百老汇大楼里有外国人，命令停止攻击外白渡桥。通知部队执行，去吧。是。长江都过来了，让苏州河这个小河沟给挡住。北岸高楼连成片，又有桥头堡，水面桥面全让火力给封死了。不用炮，只能当活靶子，让人家打。军长，我们开几炮。就可以在四川路桥打开一个缺口，过了桥一直到头就是摊薄司令部啊。军长，我想不通为什么不开炮，不开炮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。军长，我求求你开炮吧。军长，咱们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，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？你们问我为啥不开炮？问我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，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？好，那我现在问问你们：如果旁边的房子里住着你们老婆孩子、父母双亲，一颗炮弹落下来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嗯？你们敢下开炮的命令吗？你们大家都低头看看，这心口上写的啥？中国人民解放军。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。谁说大楼是资产阶级的？明天就是无产阶级的，上海就是我们的家。400万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。都是我们的亲人，跟上，方部长，跟上。把他们带过来。是。都过来，过来。报告军长，他们都睡在地沟里。
爆炸火。是，二班，走。要生了，赶快抬上床。来来来来，轻点。慢点，慢点。好，那你们都出去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，去吧去吧。把那单子拿来，给他盖上。好。小班长，贾延农，放心好了，这孩子福大命大，造化大。哎，好。贾家，贾家，贾班长，走。贾家，走！哎，紧张，紧张！这个二班呢，在督江的时候是第一批登上了南岸，当时打的也很好，也没有一个伤亡。
邓安之后一路打到上海，可是全部牺牲在四川路桥下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5月25号，再过两天上海就解放了。几十年了，我一直在想当时这些同志说的一句话，我们一直觉得已经踏上新中国的门槛了。上海的时候啊，我在住在江西路，在市区里面听不到什么枪声。有一天早上啊，我推开窗子一看呢，我第一个感触，蒋介石是回不来了。爷爷，不好吃，老家的粽子好吃。去，屋里玩去。嗯。
建国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啊，40岁了。我40岁的时候，已经在南京开始主持大祭了。父亲，这些天来，我常常问自己，我们党有那么多的留洋学者、黄埔将领，可是为什么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，只让你一个老人苦苦支撑呢？恐怕一辈子也说不清楚。主席啊，莫慌，哦，真在乎太阳对花呀。在陕北有首歌子叫《东方红》，把我比作太阳，你这一下山呐，这个歌子就不好唱喽。几十年来，共产党人前赴后继，为的就是再创造一个太阳，让它在人们心中永远不落。这个太阳就是新中国呀。